这是一套特殊版式的邮票。设计师将1964年发行的殷代铜器第五枚四羊方尊和第八枚司母戊鼎两枚邮票，按原来的票幅尺寸，大小不变的搬进新发行的国家博物馆新邮票版式中。这是中国邮政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岁华诞奉献的特殊贺礼。这是晴朗的一天，午门静静地矗立着，两侧的雁翅楼在灵动的造型中依然透露出昔日皇家宫殿的威仪。这里曾是国家文物局。这在国家博物馆百年建馆史上是没有过的，在世界博物馆史上也属罕见。因为国家博物馆现在是建筑面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如果没有藏品，你就撑不起国家的博物馆。博物馆应该博。这40万件，可以说是建国后这个逐步这么攒下来的，这笔财富就是太了不起了。所以说呢，这个国家，尤其是我们的政府部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决定这样的一次性的拨给国家博物馆，在交接仪式上，我有一个发言，我说这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会这个留下，非常。就是褒奖的这么一件事情。2010年6月17日，今日阴天，雨时下时停。国博华协运输公司武警近百人在雨中等候进库。11时30分通知，自签了，下午可以入库。今日运出了第一批文物，装铜佛28件。此事历经数年，万事开头难，今后工作将更难。时任藏品保管一部主任的关双喜，在日记里记载了搬运40万件文物第一天的工作。而此后更艰巨的任务是午门雁翅楼内瓷器的搬运。当时里边呢，就是存放了有17万多件瓷器。它是在80年代存放的，到我们在开始就是搬的时候呢，已经有20多年了，所以很多的那个板子，就是那个纸板都已经走形。我们当时想呢，拆这个垛，瓷器千万别出事儿。在拆到之前的几天，我确实是想啊，就是睡觉哈，就睡不踏实。2011年9月2号，
一直到这个2010年的12月8号，把这个东岩市所有的瓷器，全部就是说装箱，装了17600多箱，很顺利的、安全的拆除完毕，然后移出这个东岩池楼。此次文物的押运等级比较高，不准向无关人员泄露此次押运的秘密，不准私自翻动包装箱，不准私自更改往返路线或绕道行事。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国家抑制行动，是一次有效整合国家文物资源的重大举措。随着这批文物的入藏，国家博物馆的文物数量达到120万件，国博的文物藏品不仅数量大大增加，品类也更加丰富多样，这为陈列展览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基础。而在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军管会接收馆藏文物仅仅有39000余件。1959年，湖南省博物馆的四羊方尊已经完成了修复。这件商代青铜器的杰作，1938年在湖南省宁乡县出土。1940年，武汉沦陷，在日军的空袭中，四羊方尊被炸成20多块。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终于找到了四羊方尊的碎片。经过2个多月的修复，四羊方尊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1959年对中国文博界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四羊方尊与全国各地许多文物的命运，随着天安门广场的改造而再一次改变。作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就是在这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与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遥相对应。这座建筑正在等待着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就在两馆施工的同时，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中国革命史陈列、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进入紧张的实施。组织两馆陈列、借调干部、征集文物成为当时的三件大事。中央批发了中宣部关于中央革命历史两个博物馆调用文物的电报，接着中央办公厅又发通知，这开启了1959年全国文物的大迁徙。当时呢，就是全国一盘棋嘛，所以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地方对支援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那积极性是很高的。不仅仅是在地方库房里头的，有的呢是就在地方博物馆里面展出的文物，知道了中国通史陈列需要这件文物，他们都是直接就从展厅里面撤下来，那就是直接就运到北京了。通往端门城楼的马道上，一共有72级台阶。89岁的姚立信对这些台阶记忆犹新。上世纪50年代，端门库房是为中国通史陈列挑选文物的临时展厅，上下搬运文物的忙碌身影经常打破故宫的沉寂。这文物呢就陆陆续续来了，不是一次来的，到那时候正在盖啊，8月底到9月，这慢慢陆陆续续就来了。来了以后集中一部分运到端门来，
就是人台啊，种的是三个四个，箱子两边有八手七手，轻一点的呢手拿着，两边拿着。那时候这个精神面貌好像减轻完了，都高兴了。艰苦细致的征集，中国革命博物馆征调文物的浩大场景，在这里浓缩为岁月的记忆。只有这一件件的国宝档案，还记得自己的经历。陶英鼎，人面鱼纹彩陶盆。后母戊鼎，四羊方尊，国际紫白盘，大禹鼎，错金银云纹西尊，击鼓说唱咏，三彩陶骆驼载月无用，青瓷莲花尊，针灸铜人，铜壶滴漏，万历孝经皇后嵌珠宝点翠凤冠，徐阳乾隆南巡图卷等珍贵文物，就是在这时来到国博。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后母戊鼎，曾被称作司母戊鼎，原藏于南京博物院，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青铜器。在鼎的内侧刻有后母戊三个字铭文。此鼎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做的祭器。在商周鼎盛时代，鼎被用作别上下名贵贱的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氏三鼎或一鼎，
后母戊鼎，1937年在河南武关村出土，历经波折，收藏于南京博物院。1949年，蒋介石南逃台湾，从大陆运走大批文物。后母戊鼎因太过沉重，难以运送，而留在了大陆。正是由于历史的机缘，留在大陆的后母戊鼎契合着中华民族的古老观念。鼎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成为文明的象征。除了后母戊鼎等早年出土的文物外，1959年的这次征调，以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为主，国宝级珍品之多是历次调拨之最，极大丰富了馆藏，为国博藏品管理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类不断地创造文明，但文明却无法永生，这是永恒的法则。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某个途径去找寻这些文明的踪迹。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把一个远离中央、地处西南的古老王国称之为滇。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汉武帝元封2年，在滇国故地设置益州郡，又赐封滇国最高首领为滇王，并赐给滇王王印。从公元1世纪开始，在各种史志中就再也找不到关于滇国的任何记载。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在晋宁石寨山进行考古发掘时，揭示了云南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一个消失千年的王国——古滇国墓葬群。这就是这次考古发掘最重要的发现。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汉武帝赐给滇王的王印，滇王之印的出土，不但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史记》文献记载的可靠。出土的古滇青铜器中装贝壳用的容器，专家管它叫铸贝器。每一件铸贝器上都有精美的雕铸，这些凝固的场景穿越千年，向后人述说一个古老民族的存在。中原已经衰退了的青铜文明，在这里绽放异彩，夺人魂魄。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遗存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物证，它们汇聚在国家博物馆，诉说各自的灿烂辉煌。所以这个当时那个老关建成以后，
全国博物馆出人出力出他们也是监管的有工作证。所以啊，还要感谢全国的文物工作在博物馆同志，大伙齐心协力把这个同时之爱办出来了。我记得在50、50、60年代的时候，每到考试前，有好些学生呢就到馆里来进行复习，特别是大学考试前。因为当时的59年以后，中国通史陈列跟中学的教科书基本上能够印证起来，所以老师讲课有的时候是带着学生到陈列室来讲课。中国通史陈列和中国革命史陈列建成后，中学历史课本参照两馆陈列的框架来编排。这些经典文物出现在教科书中，在历史认知的过程中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新华社消息，今年上半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榆林地区发现了包括龙山文化、马交窑文化、细石器文化在内的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广东省高要县广利镇显翘洲背丘遗址最近发掘出珠江三角洲第一座屈支葬墓穴和一批彩绘陶，这一发现表明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并不落后于黄河长江流域。改革开放后，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震动全国，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是新时代的主题。地下的考古发掘不断改写历史，地上正在进行的历史也在不断自我更新和调整。湖分县法门寺塔地宫中出土的一批秘色瓷器，解决了我国考古界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对秘色瓷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意义。长期以来，关于秘色瓷的确切定义、制作方法、技术工艺和产生年代及地点等问题一直是个谜。1988年，是余伟超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对余伟超来说是艰难的一年。自1959年以来，大约30年的时间里，通史陈列基本没有增加新的展品。不仅陈列形式过时，在众多的考古新发现面前，内容有显单薄。修改通史陈列势在必行，所以到89年修改陈列的时候，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当中的一些个重点文物基本上没有，这个来讲是个很大的缺憾嘛。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余伟超先生提出向国家文物局和国务院分别打了报告，要求呢，就是从全国各地的考古所和博物馆调集一批，新的文物。要调集的文物都是价值非常高的，而且相当一部分是文物当中的重器，就是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国家的一级文物。
这个各个省的文物局、考古所和博物馆都把这批东西视为国宝，所以要调这批东西难度极大。文物工作啊，各地比较很重视，各个省也比较很重视，各个地方也需要，每一个省的文化工作、文化部门、文物部门也都需要。这样子呢，要想两全其美啊，把它做好，当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此后的三年，印刻在历史博物馆业务人员记忆中的，是风尘仆仆的全国辗转，收获与失落并存，快乐与痛苦交织。630多件重要且珍贵的文物，在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来到了国家博物馆。玉龙、中山怀王刘修金缕玉衣、吴道文彩陶盆、秦始皇兵马俑、兵剑、彩绘燕鱼铜灯、骨笛、突木铜面具、棒塑龙虎木、这些珍贵的文物，连同之前来到国博的珍品，构成了一个场面恢宏的国宝系列。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以青铜器系列最为著名，上自先秦，下至明清，其中不乏国之重器，在海内外的藏品中首屈一指。青铜器是恐怕是全世界我们收藏也是第一，重器在这儿，量也非常大，都是镇馆之宝，我说了是镇国之宝。你像我们的这个后乌木大鼎，还有这个大玉鼎、紫龙鼎，都是最大最重的重器，全世界都没有。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一件西周青铜器震动了史学界，这就是厉鬼。在鬼腹之内，铸有4行32字的铭文，记载吴王征商在甲子日早晨获胜，取得了商朝的政权。厉鬼提供了武王伐纣的年代依据，短短的32个字后面，是一个伟大时代的诞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这次征调中，这件1978年在河南临汝县出土的瓮棺，在已出土的陶器中地位特殊。我们从它的工具上看，当时很可能使用了这种比如原始的毛笔之类的这种东西，它用矿物质的颜料，白色的这个罐，那它是画在这个灰色的这个陶缸的这个表面，而它没有勾边，没有勾边，这就类似后来中国绘画当中我们所说的墨骨的画法，就是画一个物像不画轮廓，只用这个墨色或者颜色来形成它的这个形体。它其实是借用了这个陶缸的这个底色，
把它作为一个中间色，直接把这个白色的这个罐的形象一下子就凸显出来，这是非常巧妙的。那我们再看那个鱼的画法就不一样，鱼的画法就变成一个双线勾的，是吧？就说明当时的人在技术的方面，他已经开始做各个方面的一种探索。所以在后来中国的绘画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一些方法被继承下来。他还表现了各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比如表现这鹳和鱼这样的关系，这些动物再加上这个石斧之间的关系，这些东西可能就构成了很有可能构成一种叙事性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最古老的这个一种叙事性的一种绘画。这些国宝级的文物是一把把时光之尺，让我们得以靠近先人，在遥远的时空中去寻找逝去的记忆。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围绕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进行收藏，因此也可以说只有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可以通过这个文物来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的历史进程。应该说是咱们很多这个馆藏精品文物已经成为这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很多阶段里的文化标志。200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合并，组建成立中国国家博物馆。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竣工，这座世界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拥有40多个展厅，古代中国复兴之路为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10多个各艺术门类的专题陈列展览及国际交流展览交替举办。这里不仅荟萃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和文化，见证中华民族百年复兴之路，世界文明成果也在这里得以展现。在这个历史与艺术并重的殿堂，人们触摸历史，思索未来。捐赠是博物馆文物来源的重要方式。世界著名的博物馆，有的甚至是整馆藏品全部来自捐赠。国家博物馆自建馆以来，收到了海内外近5000位人士捐赠的文物，总计10多万件。这些无私的捐赠者以人心义举接续起中华文明的星火。就是转战陕北挂在这个地方。1959年，著名画家石鲁为庆祝建国10周年创作了巨幅历史题材画作《转战陕北》。这幅作品是新中国革命浪漫主义作品的代表性的杰作，在新中国美术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2012年9月，石鲁的夫人闵立生及子女把他的150幅作品捐赠给国家博物馆。我母亲半年以前那个中风，然后右半边就瘫痪了，就不能动了。但是这个时候半年以前，我们已经就是说这个捐赠，很多事情已经在逐步的在展开了。他说我想是去亲自看一看这个国家博物馆到底是个什么样。让他如果能够看到这个整个今天的这个捐赠的仪式的情况，包括他的那个作品最后的这个收藏的状况，可以说是他的心呢就完全就暗下来了，也可以说是他的那个这一生的最后的愿望就实现了。您对国家很大支持，
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谢谢谢谢谢谢，应该谢谢您。沙地吗？沙地吗？沙地，沙地，刘旭，你爸爸，我好想你。我给你照一张。哥哥，你拉上阿姨手。来。啊。那我，这我这我。啊啊。作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石鲁生前的这150幅画作入藏国家博物馆，成为国博近年来收藏的亮点。与此同时，另一件文物也正在赶往国家博物馆的路途中。这是一件那个北朝时期粟特族的一个石椁，就是石棺椁。因为粟特族北朝时期的，包括以后的这些文字啊、文物啊，存量很少，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珍贵的。椁这个东西就是官的外边的一个外罩，那么这个就是身份高的人呢，在官以外还做一个椁。那么这个椁呢，它是做成一个房子这个样子的，它那个房顶啊就是歇山顶。这一件石椁的主人呢，应该是个粟特人。这个粟特人呢，是非常善于做买卖的，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文献里边呢，就特别说这个粟特人呢，就利之所在无所不至，就只要在这个地方能赚钱，他哪儿都能去。是个墓主人，明明是个粟特人，但是他刻成一个汉人的样子，而且穿着汉人的这个包衣薄带啊，这个冠冕衣裳啊，这个样子，这就说明呢，当时的这个粟特文化是到了中国来了以后，他是觉得中国文化更值得崇拜吧。所以这件呢，是已经知道的来华的粟特人的石椁的第三例，所以呢很有价值啊，在文化史上还有地位的。这件文物见证着1000多年前丝绸之路的繁荣，多元博大的中华文明对周边民族的影响。文物是民族的魂，历史的根，它们就像一粒粒的珍珠，穿成中华文明闪光的项链。当这些珍珠流失的时候，消散的是文明的光芒。中国是文物大国，也是文物流失大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如何让流失的国宝重新回到祖国？这考验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能力。在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中，两件入藏文物的曲折经历至今让人记忆犹新。2000年2月23日，一个岳阳电话打到了河北省文物局。
不到一个月，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文物追索紧张展开。3月2日，国家文物局召会美国驻华使馆。3月11日，美国海关纽约中心希望中方提供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证据。我们给河北打电话，让他们赶紧把这个墓地里面的这个，当时虽然已经这个封田了，我说不必须得拿出来，就是那两块石雕后面的石头，还有那个土，因为拿到那儿一座画院是完全是一个墓出的，石雕后面的这个土和石头是完全能够接得上的，完全一模一样。这个位作为证据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3月21日，就在拍卖的当天，纽约州南区美国地方法院通知佳士得拍卖行，停止对拍品209号的拍卖。最终，美国司法部门根据联合国1970年巴黎公约做出了公正的判决，将文物无偿归还中国政府。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法律诉讼方式从境外无偿追回的被盗文物。这时又一喜讯传来，美国著名收藏家安思远先生看到了关于武士石刻的报道。2000年6月，在纽约中国总领事馆，他把收藏的另一尊武士石刻无偿捐赠给中国政府，并指定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历经5年辗转，从故国到异乡，这两尊贴金彩绘浮雕武士石刻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就是又一个国宝啊，回归祖国了。而且呢，这件东西呢，在过去真没有见过，这么精美，彩色就像昨天画上去的一样，颜色漂亮极了，而且很威武，让你觉得它好像真是像一个天神一样呼之欲出似的，真的很看了以后真的很激动。Because it's important to Chinese national study of their own art. It does not belong in an American museum. It belongs in a Chinese museum. 这个呢，我们看到呢，是一个彩绘的浮雕的武士的石刻，这个整体呢保留的非常的完整。那么这一件东西，它的墓主人是当时的一个义务军的一个节度使。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尊高达2米的宋代木雕观音菩萨像，它是国内博物馆界首屈一指的藏品。目前宋代木雕造像的精品一般都在国外，北美有7家博物馆收藏了像这样的大型宋代木雕，一共20件。我们这件是在2005年的时候通过财政部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将它从海外购回祖国。100年前，珍贵的文物许多都流失到了海外，今天许多国宝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也见证着我国日益的强大。国家博物馆的每一个展厅内，每一件文物都盛满记忆，它们历经千年的沧桑，在这里静静地等候人们与之一次次的对话。在博物馆里，保存着人类经过长期积累和探索而形成的思想之花、智慧之光。我们从文物藏品中搜索往日的记忆，并从这些记忆中提取指向当下和未来的价值。
征商，为甲子招，岁底客昏宿有伤。